好人一个啊。快乐池塘在中央，梦想就变成湖底眼睛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我是女中花木兰，今天驱车270公里来到了山东至中河垂钓基地，人均500斤，收费1980吨，每个坑的鱼情钓法不同，体验不同的黑坑，感受全国的鱼情，丰富自己的钓技，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。我的游钓之旅从山东起航。关于钓鱼，其实是要有悟性的。像我这种数学学得不好的人，我觉得从1数到100就可以了。今年这个鱼情啊，有点不太给力。我好像从开春到现在还没有数到过100呢。今天这种私人定制的场，我肯定要数到100的。如果要是再数不到100，我的数学可能就还给体育老师了。哎呀，我这么一瞅，这不是黑北第一狠人吗？到山东来，是德州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老家就德州的。什么意思？上这来呲牙来了是吗？必须呲牙咧嘴。我跟你说，这放眼望去，可全都是山东大汉呢。你别让人在这边给你撂倒了。咱指定狠啊！这小饵料给你拍的，属实没毛病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说67多少？6748呀。今天18个人，马上就要抽号了，我好紧张呀，因为我这手每次都太臭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始抽签了。灯，19号，这是好不好呀？啊，这个边不合，弄他。
But I want another cocktail. 你看我们的鱼库现在都已经满满当当的了。虽然我今天抄的位置不好，我这手太臭，要这些鱼我都特别特别满足了。今天来到山东第一场，我先尝尝咸蛋儿，我还没有适应过这样教鱼呢。是160公斤吗？169，反正今天的鱼就钓这么多吧，不是很完美。以后我再也不抽号了，走吧，回家吧，今天。